原来你喜欢四号性感十八禁的。哎呀，不要聊这个了。你是要给我加挡风吗？你是第一次加吧？是。你看一看，这上面还有什么你想做的事情？趁我们还能做，就都一起做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，我怕我的心会再次动摇，那样我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所以你一定不要跟我告白了。